我现在开始看，我们现在开始开会。我们要登记程序发言。好，我知道，等一下。这边哈，我们现在已足法定人数哦，现在开始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事录。立法院。好，那你们是不是要先登记？不是，因为我刚刚跟他们讨论是，你主席还没有来，还没有开始宣布开会，你们就先登记。我觉得这样程序是有，那你们可以重新登记一下吗？好不好？什么重新登记？都让主席，你有需要这样子吗？没有没有，我是说以后要这样，我不是要找你们麻烦，我是这样子也要刁难为难大家吗？这没有为难大家，燕秀没有。那我们提案，我们按照刚刚的这个登记。现场委员大家来处理好了，不需要这样子吧，招委。这不是针对你们啦，要不啦，这修行的话姐，没有，今天会让你们讲到爽，好不好？那都已经登记了，有必要这样吗？那个就真的不是针对你们啦。我们这招委现在在处理什么？我看不懂不是针对你们啦。没有，我是说，又大家签一次有必要吗？主席到了，我们才开始登记。那主席你迟到啊！我在外面，你们一直站着。你迟到，我们站在哪里？但是好了，不管有没有迟到，我们的座位是上等着开会。不管怎么样，我是说这个我们程序上嘛，你们从三十分之前就在登记了吧？那我们提案按照刚刚登记发言的顺序，请问在座大家有没有异议？没有，没有异议啊，那就照常啊，好啊，可以啊，主席来。对啊，我这样子只是为了确认以后每一位当主席的人好都可以。我今天真的不是，我现在这个不是针对你们，我是针对议事人员。我要提醒大家，等主席会议开始，好，我没有开。那本席提议按照刚刚登记的发言顺序作为提案。刚刚的登记，那请问在座各位委员有没有异议？刚刚的登记没有异议，那我们就按照刚刚开始啊，无效的。现在就要这样子开始吵了吗？我们今天是想要好好发言的哦。你们要先登记吧。我们刚刚已经登记一张主席，要需要这样为难大家吗？这会不会太离谱了？如果你有这么按照议事规则，今天就不会有这个事情。好了，有要让你们讲嘛，写一下嘛，好不好？先这一下。莫老，这今天不是针对你们了，要提醒大家一下。嗯，可是刚才主委，我不晓得，没关系，没关系，这不是刁难大家吗？没关系，就让媒体拍，让媒体看好了。刚登记的竟然作废，浪费纸张，浪费墨水，需要这样子吗？我今天来好好讨论，不吵架。就和恁讲啊，莫用迄个啦。啊，无必要安尼啦。哎呀。行过刁难的啦。我们只要拿那一张，再送一次就可以了。有必要吗？信息真的很大，很奇怪，大得不得了。没有人这样子的啦。这样就是刻意在刁难为难大家了，浪费墨水跟时间而已了。那登记第一位可以开始发言了吗？那没关系，好。这是你们一般几分钟？程序两分。好，我们现在登记程序，一边登记程序发言哈。那我们请第一位王委员，那我们每人发言两分钟。非本会委员是会议询问哦，好，那我们等一下再调一下。会议询问的话，每人一分钟，谢谢。一分钟？没有，这是按照什么？主席讲清楚，有按照什么惯例？有吗？主席宣告。议事人员讲清楚哦，这部分讲清楚哦，什么外面委员一分钟有这样子的一个会议询问哦？你现在不要开始？哪有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呢？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现在开始计时啊。主席，你把那个按键。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想今天我们陈颖招委他又安排了环保署的业务报告。本期在这边先建议，今天的报告可以先暂停，可以请官员先回去，因为今天本委员会有更重要的要来处理的是有关于这一次一例一修法案审查过程荒腔走板、违反议事规则、违反程序正义的问题，必须更优先处理。所以本席这边建议，待会请主席裁示，请官员先回去。今天各党都在，我们今天下午整个卫团委员会应该针对
连续两次的会议都违反程序正义、违反议事规则的事情，逐一说清楚、讲明白。现在国民党立院党团，我们卫团委员会的四位委员，我们总共提了十个提案，这十项提案都是针对十月五号、十月二十七号违反议事各项的市政，我们逐一提出来。我们认为必须一案一案来逐案讨论。立法院是合议制，立法院也必须在第九届国会改革当中，我们要着重整个立法法案审查的程序正义。上一次的会议，我们已经看到了吴育勤专委他在处理国民党提出来的议案的时候，专委竟然个人可以自行界定说，针对我们的提案不予处理。谁赋予专委这么大的权限？在立法院里面，任何的提案都必须提出来征询在座委员的意见，绝对没有任何一位专委的权力这么大，可以进行裁定不予处理。所以今天的会议议事录的内容，其中的第一案登载着不予处理，这是完全违反我们整个议事的规则，我们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待会我们会一案一案针对违反的部分，大家好好的来讨论。另外一个，上次他们整个处理表决的过程当中有严重的瑕疵，我们看到这个当时提案的委员他说有提案，我想请议事人赶快去对一下哈。上一次的会议，林静怡委员到底有没有提书面提案说要进行记名表决，那个提案在哪里？如果有的话，可能要拿出来给所有的委员看。另外一个就是林静怡委员他说的是记名表决，到了吴育勤委员他讲的时候又变成举手表决，然后整个的记录的结果，这上面提到的是7-0，但是我要问的是，当天如果是记名表决，记名表决的过程当中，包括本党的委员、我本人、李彦秀委员、蒋万安委员、陈一鸣委员都在，没有被询问到，还有民进党还有委员杨耀委员、林淑芬委员，还有时代力量洪慈庸委员，请问他们对于这一个提案，对于林静怡的提案，他们的意见是赞成或反对，完全没有记录。但是今天这边进行登载为零，这个是在整个议事的整个的过程，其实是严重的违反事实。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要求今天针对国民党提出来的提案，总共有十案，我们必须一案一案的来讨论，一案的一案来澄清所有的整个议案的内容，到底未来我们卫团委员会要怎么走，这是最重要的。最后五秒，好不好？本席这边提出来，就是是不是主席应该要先裁示？这么多官员陪着听我们在听这个议事，我觉得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也浪费官员的时间。今天各党都在，大家就针对议事规则，大家好好来辩论，大家好好来讨论吧。以上，谢谢。好，我们第二位请李彦秀委员。主席要先处理啊，就是请官员先回去了。照规定来，你要先裁示。大家都讨论议事规则，其实浪费他们的时间呢。其实今天他们已经来第三次了，希望今天可以让他们顺利报告嘛，哈。那我们先全部通通讲完，我们来处理嘛，好吧，好吧。没关系啦，来，我们第二位请李彦秀委员，好，谢谢。我认为今天在现场，如果陈莹招委他可以宣布先来程序问题跟会议询问，为什么上个星期吴育勤委员主持的不能有会议询问跟程序问题？按照议事规则，今天如果苏嘉全院长不处理，林志佳秘书长不处理上一次10月5号召开的会议的话，那我认为今天在委员会我们就要把议事规则好好来去做讨论，否则未来社福卫团委员会在野党全部都不用来了，
执政党在就可以了。我要再一次的强调，按照议事规则第54条的规定，至少那一天我们应该先听完录影带再来去做处理。但是那一天不予处理，并不代表会议记录公报处所做的是正确的哦。掩耳盗铃的方法其实并不代表并没有疏失。我认为那一天只是让民进党你们真的会议记录不敢去做处理。另外，我要再一次提，有关于这个上一次10月5号开会的会议当中其实你们并没有宣告开始进行讨论。如果没有宣告开始进行讨论，怎么会开始要停止讨论？这是按照议事规则的第28条，我认为是违反规定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当时停止讨论的时候，照理说应该要有举手表决这件事情，这是根据议事规则第32条第2项。另外，并且应该针对正反表决，应该要再表决一次。那一天，陈英委员那天主持的会议也没有处理这一项。如果没有处理我刚才讲的那2项，何来有所谓朝野协商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从10月5号的整体的会议过程有严重的瑕疵，包括违反议事规则。我认为苏嘉全院长是失格，林秘书长是渎职，但是这个责任居然胁迫在现场的议事人员做假的会议记录，造成议事人员未来可能造成有刑法上213条的问题。我认为今天我们的社福卫生委员会应该把，如果回到委员会的中心主义，我们就应该把议事规则好好的讨论清楚。未来社福卫生委员会可能有辅导的核灾食品要进场，可能还有社会金的美珠要进场。我想，我相信，我也深信，这些都是国人高度关注的议题。如果是按照上一次陈莹委员、包括吴育勤招委两位招委主持会议记录的方式、主持议事的方式的话，那在野党以后不用再来开会了。立法院不是民进党开的，不是你们说了就算了。不要忘记2月1号国会刚上任的时候，喊着国会改革，回到委员会中心主义。请问这样主持议事规则，何来的国会改革？这怎样是民进党讲的？你们要国会中心主要国会改革的方向吗？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洪慈庸洪委员。好，针对上一次我们第6次会议的这个第4次会议的这个会议的这个议事录的一个确认时代力量这边有几点诉求，希望今天能够主席能够做这个会议无效的一个结论。首先呢，是针对于上一次我们时代力量所提出的这个提案。在会议当中，赵伟并没有帮我们做处理。好，那这个部分呢，后来有说，因为这个我们党团以及我们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只有1名的一个成员，所以不予处理我们的提案那针对于立法院的这个议事规则的第59条，这个59条有讲说，以党团提案并不受于这个联署的建议但是呢，可能上周的这个赵伟的意见是认为说，这个呢要用57条去排除59条但是我们议事规则并不是法律这一条请大家看清楚，它是除了法律要除法律以外所以这个是我们提出来的第一件所以这希望我主席等一下可以做处理。第二件的部分就是7月6号内政委员会也有党团提出的一个提案，也是只有一位委员的一个署名一个签名。好，那为什么在内政委员会就可以处理，在卫完委员会就不能处理这件事情我是要严重提出来质疑我们一直在说要尊重少数，要尊重少数但是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们就排除少数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要严正抗议再来第三个部分，就是针对于第4次的一个会议的部分其实根本询答就没有开始，主席就宣告了要停止询答的部分我们也提出这个是违反的一个状况再来就是陈曼丽委员他提出的这个附录二的一个提案这个部分在会议当中根本就没有处理根本就没有处理，那何来宣告？所以这部分是我们时代力量提出来的所以我们希望今天主席能够针对这几个问题来做处理，谢谢。好，谢谢洪委员，我们接下来请陈宜明委员。
好，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仁，我想哈，上礼拜哈，10月27号，对立法院来讲哦，是一个黑暗的日子，也是一个令台湾的民主历史蒙尘的日子。民进党他首次赢得国会的多数，但是他没有忘记要谦卑、谦卑再谦卑，他忽视人民的声音，而且罔顾议事的规则跟程序正义。利用多数暴力强行通过造假的议事录，断送了民主，也让立法院走入了黑暗。10月27号当天，其实我是主提案人，我们的主提案里面有一个诉求，其实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影音党能够好好的看那个议事录的哪里写的不对。但是呢，民进党他是利用人数优势包回主席台，而且主席呢吴育勤委员他不顾现场的反对，就径自宣布不处理任何的议案与程序的发言。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已经签完了这个这程序发言，我推到后面，因为念到我的案子，我就来到这里。我站在这边，在我对面的就是吴思瑶，他霸占的这一个质询台。我按这个发言钮，发现是坏掉的，一定是主席把它按掉。我根本没有办法对我的提案来提出说明，在那状况下我才往里面靠。而发生的状况，我想大家后来都非常遗憾的，就是有人用暴力来阻止我，来做发言，而且让我差点就丧失了我的生命，其实回想起来，其实是很恐怖的，那现在。其实刚刚我去中心医院检查完 MRI 脑电波，结果他们还在判读。那我要讲的是说，其实这一次的劳基法的修正案的冲突，不管是议事或者是个人之间的冲突，苏嘉全院长都是有机会化解的。在议事方面，院长应该秉持中立的态度，召集各党团重新审视10月5号当日会议进行的影音记录，但是苏院长并没有回应我们在野党的诉求，要求林智嘉秘书长及其所带领的卫环委员会的议事人员，能在议事记录上透明公开的处理。其实这也就是我10月27号主提案的一个精神。那在个人冲突方面，苏院长身为立法院的大家长，对于立法院同僚的冲突应该要极力的排解，更何况发生意外的其实就是苏院长他当初国会办公室的前办公室主任苏正清。我在被一再的被苏正清委员公开的挑衅恐吓，10月5号一次，10月7号一次，到10月27号，在10月7号的时候，我在一场被苏正清点名恐吓的时候，我其实在当天9点多，我上了3楼，在党团协商的时候，有当面当着4个党团的招委，有跟苏院长报告这件事情，但是苏院长没有处理，所以其实他因为没有处理，让这个冲突升高恶化了。最后我要讲，少数服从多数，尊重多数，尊重少数是民主的基本价值，但是少数服从多数是要建立在多数服从少数的基础上，这个是我们公民课学到的东西嘛？大家想一想，如果今天民进党丝毫不让少数意见得以被表达，只见到一昧的暴力相向，那如何能够让我们人民的声音被大家所听见，让法案能够好好的去讨论，然后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法案，能够服务我们全体的民众。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呼吁陈英召集人，其实今天很重要的，我们应该要回归到这个法案的就是程序面，大家好好的来讨论议事录里面的东西。而且我也要呼吁我们在场的民进党的委员，今天其实大家都是我不希望每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都被包裹暴力来掩盖了真相，
事情的真相就是每个人要对自己的法案要负责哈。好，以上，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蒋万安委员。我想今天啊，还是必须要利用很短的时间啊，还原当初的一些真相。我想上一次委员会哦，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冲突，最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招委哦，吴育群委员，他对于我们的提案才是不予处理。也就像今天的这份议事录上面讲的，非议事录的错误或遗漏不予处理。但是，我想这边重新的、再一次的、很理性的说，当时吴育群委员之所以这样才是，他在后来记者会也说，第一个，因为我们是对于程序性的表述，而且第二，议事录的确认必须要依照规则，针对有错误或遗漏的地方才能提出。但是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谬误。第一个，何谓程序性的表述？我们翻遍所有的议事规则、议事的程序相关的规定，从来没有出现所谓什么叫程序性表述。这跟议事录的错误跟遗漏有何关系？第二，我们的提案很清楚的列出了六大错误的地方。第一个，包括议事录第三页，很明确的针对了劳基法的修法，这七案均审查完竣，决议无异议通过。但是事实上，我们全场包括所有的国民党籍委员都有喊出有异议，这是明显议事录的错误。第二，议事录第三页关于当时10月5号民党委员自己提复议，自己要否决，当时从头到尾皆没有喊出哦，主席皆没有喊出要表决，没有表决何来表决的结果？更没有所谓几比几的表决的数字出来，到底是赞成者多还是反对者多？完全没有。而议事规则第40条说，表决的结果应当场报告并记录之，所以这是第二个议事录的错误。而议事录的遗漏更是在全程16分钟之内，主席好，陈英主席当时10月5号他提出3次有无异议，现场很大声的我们都有提出有异议，但是完全没有理会好，所以这是议事录上面的遗漏。所以我们提案完全是针对议事录的错误、议事录的遗漏所提出，不知为何上一次吴育群委员不予处理，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大的争议，以及我们非常的愤怒。为什么对于提案不能好好的按议事规则来处理？我想这个必须要说得非常清楚。所以我想未来如果不照议事规则走，我们卫环委员会还需要开会吗？所有的会议就只需要照主席的意志随意的登载在议事录上面，那我们所有的官员、所有的委员在这边，我们还需要讨论吗？只需要主席一声令下，告诉议事人员议事要怎么记载，那我们所有的讨论、所有的审查都还需要吗？我想这个必须要大家来好好的深思。好，谢谢蒋委员。好，我们接下来请张立善张委员。好，会议询问1分钟。好，我想陈莹委员哈，招委，如果像刚刚开会之前，他说主席还没有宣布开会的时候，不能登记程序发言，如此，如果像这样按照议事规则跟程序的话，就不会发生今天这些事情。所以10月5号的一分营就是这样冠上这个名号。因为10月5号当天的事情呢，如果大家再还原一下，你想想看，10月5号就是卫环委员会进入噩梦的开始，因为临时变更会议地点已经违反议事规则。再来呢，我们针对委员会要逐条讨论的，第一个，不能讨论、不能备询、也不进行审查，
这也已经违反议事规则，所以我们今天要试问，也就是确认议事录是非常重要的，竟然可以公然伪造文书与事实状况不符，我要告诉各位，如果像这样的恶例一开啊，未来的委员会可以说是完全失效无能，完全是瘫痪的。如果是这样，我相信啊，委员会没有办法针对任何议案来表述多方的意见。好，谢谢。所以今天呢，我特别要请我们陈营招委啊，今天的经济委员会也因为要确认上次10月27号的议事录，所以管碧玲呢，针对10月27号当天呢、无故取消会议，今天的黄伟哲招委他就非常欣然的接受，而且接受我们在10月27号登录无故取消会议，因为会议有开始有结束，所以呢要宣布散会才能够结束那个会议，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们希望民进党执政啊，不能只有政治而不管所有劳工的权益，也不针对所有的经济，经济部550亿的审查。所以我在这里要讲，民进党执政只管政治，不管经济，也不管劳工朋友的死活。那个会议询问哈 ，OK， 我要讲快一点哈。好不容易从10月5号到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在委员会讲话了。我相信大部分委员在过去都只能靠肢体冲突。我想请各位，我立法院的同仁们好好想一下，如果过去我们真的这几个委员会的时程我们好好用，是不是可以开了好几次公听会？我们搞不好在今天就可以做条文的审查。好，所以我真的认为好好回来做实质审查吧，急着把它送到院会去，反而制造更多的冲突。我这边也是希望陈委员可以看到哈，这是105年7月6号陈其迈委员主持的内政委员会，你可以看到三个提案的里面各是党团林德福、柯建铭以及陈怡杰哈，不同党团一个人签名，那他也是在谈确定议事录的问题。陈其迈委员讲得很好，他说假如在会议的开会中，当主席在进行宣告的时候，台下有委员有异议，理当要尊重台下的委员，这是陈其迈讲的。假如主席自己的宣告没有取得多数委员同意的时候，那这个宣告是属于主席个人的宣告，这并不代表委员会的决议，这个部分必须先说明清楚。他后来针对议事录也有做修正哈，我是认为说是不是好好回到委员会，我们十月五号无效，好好开公听会，我们11月还有很多的时间来讨论。如果行政部门也表态，今年到年底以前这个假就是放了，我觉得我们好好审查，好好审议哈。国会议员打架真的不是好的教训，我回去很难跟我儿子交代说我为什么在立法院做这些事情。好，谢谢。好，谢谢徐委员，接下来请柯志恩委员会议询问一分钟，谢谢。用一分钟来终结民进党在这一例议修所发生的三大错误。第一个错误呢，我们不是不想开会，我们从7月开始呢，在根据这个所谓行政院的版本当中，大家都想要好好来开会，可是那时候的林淑芬招委却是失踪了，所以呢，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一连串的悲剧就开始产生了。那这个过程呢，大家也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争议的一个法案，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公听会的开始，可是七月临时会到第一次会议开始当中，却没有任何一个公开的一个辩论，这是第一错，错失的时机。第二错，我们一开始开会的时候呢，其实可以照正常程序在委员会开公听会，但是呢，我们蔡总统的执政决策协调会之后呢，完全罔顾了一例议修所发生的问题，完全只是告诉我他们可以落实周休二日的政策，这完全是匪夷所思。所以第二个错误里面就是这个东西完全是黑箱作业的错误。第三个错误当中呢，好，即使行政院的版本已经定了调，没有关系，我们在委员会当中也可以好好辩论。10月5号的当中呢，不管反对党所发出的异议的状况之下面呢，主席还是充耳不闻。还有在10月27号呢，我们其实可以对10月5号所做的议事录可以做出另外一个纠正，完全没有做处理，这是完全违反程序正义，这是三错。人家说事不过三，好，各位已经犯了三次错误了。现在呢，我们必须要说，即使这个法案劳基法修正案通过1月1号才会实施，所以亡羊补牢有始未晚，所以就让一例一休的退回委员会来重审补正这个程序的瑕疵。三错，请各位三思。
好，谢谢柯委员哦。接下来请林维洲、林委员、林维洲委员、林委员不在哈。那我们接下来请江启臣委员会议询问一分钟，谢谢。好，主席啊，各位委员啊。我想下面的问题啊，不见得要主席回答，但是议事人员或者议事处或者法制局的人，我可不可以请主席请他们来回答？第一个，会议记录到底作何使用？有没有法律效益？有没有公文书的效力？请回答。第二个，议事录的真假如何判定？谁来决定？议事录的真假可以表决吗？真相可以表决吗？如果有错的话，能改吗？怎么改？好、哦，这部分是议事人员跟法制局的人啊，能不能请他们来说明啊？主席，我相信啊、你们前几次的作为，应该要来裁定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在场的人都不会同意啦啊、哦。再过来，如果议事录最后的内容可以由主席来决定的话，那这些录影要干什么？啊、哦，录音跟录影到底要干什么？没有意义嘛？我们有录影，就是为了还原很多事情原来的面目，所以我们希望议事录的记录，它应该如实登载，不是希望，是一定要如实登载，否则的话，它本身就违反了相关的刑法规定啊、哦。再过来啊，10月5号、10月27号这两天的会议，这个发给我们的这个议事录啊，我们如果看。那个结论跟那个记录的话，你会发觉这跟当时的状况完全不同。什么叫做审查完竣？一个案没有质询，没有任何的讨论啊，然后就说审查完竣，然后就送出委员会，这样子的记录，主席写得出来吗？你写得出来吗？你有这个良心写得出来吗？那些录影，当时在看现场直播那些人，他们在外面看的时候，完全傻眼了、啊。这是我们的国会啊，我们是这样子来通过法案的、啊。所以我拜托，请议事人员回答，请法制局的人，请议事处的处长来本委员会，来这个委员会回答我刚才的问题：议事记录的效力是什么？真假如何判定？好不好？超过很多，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林立禅委员。林委员并有在现场哦，林委员不在。我们接下来请杨振武委员，杨委员也不在场哈、哦。那我们这是谁？王惠美。请接下来请王惠美委员。什么委员会初审？议事录确认，通通都是你们民进党说了就算。招委有这么大吗？其他人都没有发言的权利了吗？不同意民进党的法案，就不要支持民进党是吧？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本席还是要劝民进党闲来勒马，不要再目中无人。而且呢，你们一直口口声声所说的我们国会要改革，我想国会改革绝对不是只有硬体换一换，直播换一换。那过去呢，你们民进党一直在坚持的程序正义呢，我们真的是完全看不到。那还是要在这边哈，劝劝民进党真的要回头是岸。今天会造成这样，绝对都是我们的招委的绝对权力搞成这样哈、哦，所以还是要奉劝民进党回头是岸，以我们会议程序为主。过去民进党，我们民主政治所说的就是属人头政治嘛，我们少数是服从多数，但是多数要来尊重少数嘛，对不对？好，在这边还是要奉劝我们的这个招委啦。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廖国栋委员，一分钟。好，主席，各位委员哈，我想前面已经超过10位的委员，分别就从10月5号到现在为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做了很清楚的描述。我再次的重整一下，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会议询问也好，程序发言也好，唯一的
一个诉求，就是让那个议事录啊还原真相，让那个议事录啊重新来过。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跟民进党的柯总召啊多次的讨论，怎么讨论呢？怎么求证呢？怎么还原呢？就是要四个政党一起来阅听，不但听录音，同时要看影像，一起来把那个真相找到，一起把真相找到。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经过这个程序，都没有经过这个程序。当然，这个议事录虽然号称已经通过，是一个假的，登载不实，同时涉及到了这个刑法第213条相关的这个条文的未来的处分，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非常严肃的事，我们不能就这样子这个和稀泥就让它通过。我们再次非常坚定的要求，议事录不确实的部分一定要重新阅听，让我们一起来对社会做一个承担。好，同时今天国民党已经提出了十个啊一个提案，都是有关这个议事录的事情，所以必须要优先来处理，必须要优先处理，不能直接超越然后进行后面的这个程序。要求优先国民党所提的十个条文，十个提案。谢谢主席在这边宣告哈，我们漂亮又有智慧的许淑华登记完毕之后呢，我们现在截止这个程序发言的登记。那我们接下来请吴玉琴吴委员。主席，刚刚对于上个礼拜的一个主持会议啊，针对本席的一个这个主席的一个确认有一些疑虑啊，我在这边再一次的说明，我用的是议事规则里面的54条，如果对议事录好，出席委员如果认为有错误或遗漏时呢，可以应以书面提出，由主席进行处理。那我们提出的上面并没有很明确的去指出错误或遗漏哈，所以我就进行的表决说不予，我主席就裁示 ，OK 哈，语句错误哈，裁示啊，进行的裁示啊，不予处理啊。好，第二个。好，请尊重我发言好吗？第二个，有关党团提案的部分，这部分确实有一些的彼此的一个争议。时代力量用的是59条，那本席采用的招委采用的是57条啊，57条是各委员会会议的一个召开这联署或会议的人数呢，应依本规则所定的人数五分之一的比例行之啊。那这一块呢，确实过去在立法院有非常多的疑虑，所以我翻了相关的这个有关立法。我们立法院的法制局的一个说明哈，这个争议呢，他也最后因为文字很多，我就最后终结啊。他说，本院各委员会的会议运作系由各委员会的委员自主处理，并没有统一的规定。那各委员会的议事实录呢，提案或动议都由委员联署或互议，未接受以党团名义提案，建议能维持此一实务处理的方式。所以我其实本席是用的这个原则来做这个党团。不予处理的党团提案不予处理的一个部分，如果要提案，应该还是要由这个我们本卫环委员会的委员们自己要去联署，至少三人才能提案哦。这个部分是我的处理原则哈、哦。所以以上做一个说明啊，我想我们是还是依照议事的程序来进行的，不是没有依据的。谢谢。好，谢谢吴委员。我们接下来请黄国昌黄委员。针对刚刚吴玉琴委员，也就是上一次的招委啊，对于他所援引的立法院议事规则作为57条作为处理的依据啊，我从知道啊到刚刚听完啊，我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啊，就是震惊啊。如果还要再加上另外两个字啊，就是荒谬啊。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啊？立法院议事规则第59条写得很清楚啊。符合立法院组织法第33条规定之党团，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得以党团名义提案，不受本规则有关联署或复议人数之限制。第一个
刚刚所援引的立法院议事规则第57条，请问是法律吗？立法院议事规则是法律吗？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法律问题吧。第二个，59条也讲不受本规则有关联署或复议人数的限制，57条不就写在本规则当中吗？这么清楚的法律问题还有办法用凹的，然后讲说是透过用争议的方式来打迷糊仗，来打乌贼仗。我想任何法律的讨论，立法院议事规则的讨论要有理性的基础吧，不是没有理性的基础自己上来胡闹，要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即使你今天当主席也是一样。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徐淑华委员。我们会议询问一分钟。好好，谢谢主席。我想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的提醒民进党政府啊，如果每一次我们委员会的议事录的确认都是这样搞的话，那每一次的议事录都是没有办法确认的。本席呢特别呢把10月5号当天呢我们的电子档就是即将要公报的这个我们的议事录哈调出来看。我很质疑的是，所有的议事人员他所做的记录呢都叫做台下一片混乱。可是呢当主席特别提到，如果你有提到说问了一下说现场呢有陈曼丽委员特别提案说停止讨论，那么现场有没有异议？那我们的会议记录做的是没有，然后再刮胡叫做台下一片混乱。我很质疑的是，当天的会场确实是非常的混乱，可是为什么所有的议事人员他都可以听到民进党委员他所说的他没有异议，那么当国民党的委员提出有异议都完全没有听到，国民党的委员叫做台下一片混乱。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执政党不能用这么傲慢的手段然后来进行我们的委员会。我们希望这一次的这个刊登的报载呢是非常据实的来刊登的，所以我们除了要求要调阅呢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完整的监听之外呢，这个请听之外呢，我们希望确实是可以做完整的登录，不要做不实的登录，这样的话未来我们整个委员会都是没有办法进行的。既然都已经走到这个阶段了，我们希望主席真的秉持一个非常公正，然后不要让我们的议事人员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做违法的事情。谢谢。好，谢谢。我们刚刚登记程序发言跟议事询问都发言完毕哈。那我主席宣布，现在先休息，谢谢。
署长先不要乱动，没有人答应你什么事，请你先坐好。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继续开会。你要先讲吗？还是让我先讲？你们这样子，好，我们刚才两位总召有协商了，那我们是今天的提案我们就不予处理，那我们先让那个廖委员。在经过了我们所有的委员的发言之后，国民党分别提出了十个提案，这些提案都跟我们一再跟执政党所说的关于议事录的登载不实必须要处理这件事情有关。那么现在经过了我跟所有的同仁不论是我们国民党的还有我们民进党的经过协商之后为了国家，为了社会的这个 和谐，甚至为了整个议事的公平竞争环境的这个塑造，我们达成了几个非常简单的结论。今天的会议我们要非常遗憾的跟李部长李署长来致歉没有让你如期来报告这是因为有一些因素因故的哈，因故没有办法让你报告我们同意今天的会议不再继续，等一下这个话由柯总召来说我们明天要进行朝野协商，就我们今天坚持的这十个案由，这十个内容，在协商的时候来进行适当的一个对话，适当的一个对话。所以今天的会议，由主席待会儿再做宣布，我只告诉大家我们协商的结果是这样。那当然呢，明天协商会影响到后续的这个会议的顺遂与否当然我跟柯总召都认为应该要让会议能够顺利的顺利的进行，各个部会的报告都能够顺利的 来完成做以上的一个说明。好，那我们现在请柯总召。主席，各位同仁，刚才廖国亮委员大概把原因也差不多，但是讲得不够精准那事实上，今天我刚刚看了一下有十个提案，这十个提案要处理的话，十二个提案要处理的话，当然到最后一定透过表决，表决的结果，你又说这个国会都是暴力那很多这，反正从劳基法开始，我们。吸收从前从企业到目前为止，所有过程有些纠葛，今天在这里就不论了那就是说，今天到底要怎么办未来要怎么办？我们先讲清楚。所以刚才我跟廖国亮委员也谈了那请大家听一下你说我们本来明天就有宴会，明天有宴会，本来我们就要求苏院长来主持朝野协商，有关于劳基法所有纠葛的部分。包括那个看录影带，不要紧，没办法，一条一条论都没有关系。你现在十个、十二个都没有关系，一条一条来谈。这个一定要四党全部来才有可能解决。今天亲民党也不在这里，那时代力量在这里，那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宴会有纠纷，立完之前行出啊，委员会有纠纷，本来就是院长要出来主持朝野协商的。那院长，我们本来是请他明天协商，他答应。下午一点，那我们可以改为早上九点，所有的我们大家所有的要谈的，全部拿来到那个地方谈，这是第一点。那这谈会不会有结果？要谈几次？没有人未定之天了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那本天今天的会议就到这结束，但是呢，刚才有一个大家谈很清楚，礼拜三，因为礼拜三是审查会部的中央政府总预算那这个委员会不可能为了这个事情永远就不开嘛，
宴会也不可能用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国民党一直占领主席台吧，对不对？所以大家这个只有要有终极解决，只有院长出来主持嘛。那礼拜三好、哦、是审查卫福部预算照常，我们这个让委员会照常，其他所有的纠纷的部分，请院长组织超商来处理，大概就如此。好，请各位委员支持。好，谢谢我们主席宣告。好，那我们今天提了十二个案呢、哦，我们就。对啊，提案啊，刚刚提案，这边有一起提案。你们两党说好了就算了，是不是？没办法，一共快一共，这么讲。不是啊，你公开讲嘛，是不是？你们两党说好了就算嘛。啊，如果是就大声跟大家讲。不是两党说好就算了，我在这里公开讲的话，当然是赖立亮有什么意见，等一下直接让也可以谈哈。好，主席在这边宣告哈，这样我主席我宣告我这样。主席在这边宣告哈，我们今天的案子哈，我们就今天。不予处理，我们送协商哈。那我们今天会总共十二案，好，包括时代力量的案子。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散会。